黎奥运男子篮球八强战，美国对上巴西，第一节时梦幻队的布克与恩比德就联手赚进17分。到下半场詹皇发威，就连在左眼被打到挂彩前，还是先攻下了12分。梦幻队共六人都有双位数得分进账，最后美国122-87大胜35分，晋级四强。You can't take it lightly. You know, always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in the moment. Right now, just cherishing the moment. 美国四强将碰上的对手塞尔维亚，在八强战先对战澳洲。在下半场时演出惊天大逆转，当家中锋约基奇关键时刻又助攻又上篮，最后在延长赛以95-90赢澳洲，挺进四强。另一场八强赛是法国对上加拿大，法国 Coutinier 在第一节抢下10分，加拿大一哥 Alexander 尽管手感火烫，却难挡法国三分线持续得分。最后法国的福尼耶接到温班亚马传球，投进特大号三分球，中场就打赢加拿大，晋级四强。下一场他们要对上德国，德国的 Franz Wagner 在与希腊的八强赛上一人独得18分，和队伍逆转希腊。希腊字母哥勇夺全场最多22分，可惜无力回天，最后以6-3-76输给德国。有趣的是，巴黎奥运篮球比赛受欢迎程度超乎预期，观众上座率达91%，超过87万人进场，有望追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豪，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